打一个球啊，真是躲得快。好了啊，干一个小树叶啊，掉了啊。用的是灵狐加速版的1636的啊，这个动作呀摆好了，斜位啊顺着你的外侧皮筋，顺着你的外侧皮筋走，你的瞄点顺着你的外侧皮筋，把角度弄好了，手要稳当。